即随机吧，微缩型 SMA 是一款慢慢啊发展的即个神经机吧，退化性的即疾病，别人会继续的退化，无法度家己呼吸来死亡。今年四月，即健保放宽着用药啊，即个补助，好搁较大，好搁较侪即个大人的患者会当受惠。医生嘛提醒家长讲 ，SMA 是全世界红眼死亡率上悬的即个遗传疾病，爱量查体检。出国旅游，欢喜咧走，阁会当自在跳舞。这个小女童打出生，就予检验出得着两骨性筋膜萎缩症头，发病进程提早用药，生活甲一般人同款。这种病号做 SMA， 是罕见的疾病，被广东做是无多治疗的神经退化疾病。严重的时阵，就要靠着机器来喘气，规工倒伫咧白床顶，24小时靠人照顾，甚至嘛失去性命。希望未来。未来这些小孩子可以在爸爸妈妈身边好好的长大，很希望让更多的 SMA 病友都可以有一个希望，有一个盼望，活下去的那种盼望。目前三种治疗药物，不过药费真贵，健保嘛无全部负担。有一个病患敢会当放弃治疗。今年四月，健保放宽着负担的范围，嘛予真侪朋友讲看到黑暗当中的光。希望健保支付的范围会当搁较侪。医生更加呼吁家长爱重视着新生儿 SMA 的检查。这个筛检率从2017年97%已经掉到70%。健保跟药厂的争取。那药费已经降到接近600万，那不过我想一年600万的药费，对任何一个家庭都是非常沉重的负担。医生讲，在灾情会当的状况之下，当然希望健保咧当全部来支付着用药，因为这明显会当改善着病友的镜头，帮助着病友本身买当减轻着照顾者啊个家庭的负担。记者王刘婷、陈庆坤报道。